江西在行到倒位啦，现在啦，除了讲台湾以外啦，全世界无人知影中华民国啦。啊 ，ROC 咧，一个人所在可能知影啦。法国真可能你知影什么是 ROC 啦，因为法国有一个真出名的游船哦，变名而叫 ROC 啦。所以哦，全世界已经无人知影 ROC。事实上，我只要甲各位报告 ，ROC 甲 ROC 的政府，得1949年的时会，国民政府叫共产党入来时阵，伊就被消灭了。1949年十月初，中共成立政权的时阵，中华民国就被消灭去啊。已经无 ROC 啊！1971年十月二号，联合国把蒋介石的这个视频给挂出来的时阵，伫全世界啦，已经无 ROC 啊！1979年十月七日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，台湾这个所在，美国人讲叫台湾的冻结啦。所以都像那个问题讲，阿别人才停止，本地的已经停止啦，伊都无管了嘛。所以今仔一只一乱做啦，我的火箭名字叫假生堂啦，假生堂啦，假生堂啦。阿是讲即摆大家咧讲的，讲伫山内吼，厝啊围起来吼，就要做山产的一个进步啦。所以别人才停止伊咧，本地伊都无了嘛。所以即摆便民政府要出来，要替大家来服务，就四个原因啦，敢毋是？是大家拍鼓啊！拄只个哩问题啦，本咱台湾遮尔济人，遮尔济个心要爱要建国，安尼咱走来 AIT 个头前来个抗议，到底爱偌济人 AIT 较会甲咱承认，较会惊着啦？我有请到 Michael Richardson， 我有甲请教我讲，你敢知影偌济人甲识过？伊讲我唔知道，但是我笑一下，把酒瓜向一下，我知影伊意思啊。伊讲，愈济人皮肤好啦，愈济人皮肤好啦，愈济人，你个人看得到的讲啊，台湾人的声音甲行动已经出来了，所以到时四月以上。下晡三点，请大家若有可能的时阵，大家来台北，大家再来聚会，安尼敢好？另外第三位，我讲国民党啦，澳博啦，国民党的澳博哦，在座各位哦，我相信都是国民党澳博的受害者。台湾若不是国民党安尼乌白甲咱直接甲咱吞打，台湾今仔日会承受啦，上少含日本受伤。但是今仔日你若看叫吞打咱即款情形啦，这点咧，真正咱台湾人吼，已经到爱站出来来发声来行动的时间啦。另外，拄则有一位先生真关心阿扁的人权保障的问题，讲美国的总统是不是会当对这件代志来表示意见，或者采取行动来救阿扁？我来想，不用直接按因的总统，咱今仔经过来一只的 Michael Richardson， 伊当地伊会讲报告伫底下，另外找找较济。美国的出名记者来台湾访问，啊，因这人大家写咧到底吼，因个总统会听到，所以真紧的反回来会对阿扁的民权的保障问题会采取应该的行动，我相信是安尼。拄则第二位问的这问题，唔遐真简单啦。但是啊，这问题有够好，佫非常复杂啊。简单的问题复杂，你像我这人话问啦。伊安尼讲，车
人啦。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什么关系？请注意，美国人可能听看完的。这问题有简单无？有复杂无？开始复杂啦。我今仔日甲蔡教授报告，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确实真复杂，啊，不是干那台湾和美国的关系，也个台湾和澳洲的关系，甚至低减和隔壁迄个中国低减小块小块有关系，所以这问题是真复杂的。但是，咱一切爱遵守国际法律，遵守战争法的规定。台湾什么所在？台湾的台湾的1945年10月25日，由东民国、美国、苏联和中国四个国家的代表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，那个时间啊，是日本人把这四个国家的人投降，所以那个代志可以说是战争暂时停止了。